其实我皮肤是比较敏感性，那我比较惊讶的是这个产品居然让我觉得，它是完全没有任何负担，而且擦完其实你皮肤也不会有任何的异状。我收到的时候其实我还蛮惊讶的，因为一打开其实外包装整个看起来就非常的有质感，当你打开的那一瞬间你会发现那个瓶子是非常的漂亮，而且还有一点珍珠的光泽。第一个晚上用完之后就匆匆忙忙去做家事，没想到它就吸收了，摸起来就是好像已经敷完15分钟面膜的感觉。我皮肤是比较敏感性，对，所以像有一些品牌其实我擦的就是会不舒服，或者它就是会整个变红或长痘子，那所以我一般就是用无刺激性的，或者是已经有经过一些敏感测试的。那我比较惊讶的是这个产品居然让我觉得，它是完全没有任何负担，而且擦完其实你皮肤也不会有任何的异状，然后它甚至能够让我的有一些那个敏感的状况可以消除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产品是蛮适合我的。我是一个比较懒惰的人，我很讨厌花时间在脸上一直涂涂抹抹涂涂抹抹，可是它吸收很快，而且它吸收快以外，你在摸那个肤感的时候，我会觉得皮肤会变得很滑嫩，我大力的推荐，因为我觉得它物超所值。夏天容易出油，但是我在使用这一款乳霜之后，明显的可以感觉到我第二天出油的状况可以减缓很多，不会有那种像一般有时候开放式的或者是什么的化妆品，它会有很浓的化学味道。它那个典雅的香气会让我不自觉的放松下来。擦完之后就给我们同事看，他觉得一碰，超级 Q 弹的，也很保湿，更 Q 弹。然后第二天起来照镜子发现，我刚才是有上过乳液或面膜吗？为什么好像不是我平常起床的样子？我隔天早上起来是发现，不会说出油状况这么明显。那相较来说，皮肤感觉是饱满，有稍微有光泽的。就我以往用过其他家那种专柜的乳霜，这种就是这经验让我还蛮就是觉得很惊艳。隔天起床之后，我就非常的迫不及待去看一下镜子，我就发现，其实我的脸是有一点光泽度的。真的，这个产品真的是我用过以来是最得我心的一个产品。